背叛的人下地狱。下雪了。这不科学。我冷血呗。顶多因为你比我高。我的梦想就是和我的初恋修成正果。那我就不用问是谁了吧。我的梦想是不是很容易实现？以前我走岔路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那就千刀万剐，罚你下地狱。那还是算了吧。李寻。那你可记住了，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。背叛的人下地狱。没想到当时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分量却变得那么重。也许是我根本没有听懂李寻的意思。我曾以为这一刻是我们幸福的开始，却没有想到这是一切的结束。